初雄心法自忍嘛，承忍忍住有情，亲马退大凌弱，法忍是忍受寒热，风雨饥渴，老病自然，非情祸害，出自法令安然，不动明忍辱定，用心来体会了解呀、这段开始落去，就是要搁在吉祥，所以咱来真用心。重要的法啦，就是爱在凡夫，忍是真重要。忍啊，有承忍、法忍，这二忍呐。承忍呢，就是忍住有情，就是爱忍嘛，忍耐一切众生。佛菩萨就是爱有这份的忍，堪得忍嘛，才恭敬难调伏的众生。佛菩萨累生世啦，都是为众生来来回回啊，教育众生啊，都是不忍心放弃。但是众生恭敬，就是难调伏，要安怎，还是爱有慈悲忍耐。既是慈悲啦，总是呢，就是爱忍耐，唔肯甲放弃，亲像世间的父母同款，囝搁较安怎歹啦？做父母呢，也是同款，无限的愿望，愿望囝会变好，愿望囝会乖。五万件的生气，父母心，就是诸佛菩萨心呐。所以讲爱忍嘛，慈悲，就积聚了这个忍，爱忍耐，才会众生呐，恭敬难调伏。所以这叫做承忍，面对着众生，众生呢所造作的一切，咱前面已经讲过去啊。你那是要持《法华经》，也要把《法华经》啊弘扬在何世，这个精神啊。必定要练就阿弥的功夫，不管是众生安怎，哎呀，对待真马对大灵弱，这种的代志发生啦，还是同款，克制不下，绝对呢。要再继续，才会恭敬，这性质这么强，雄乱菩萨诸佛还是呢，会堪得忍，同款呢发挥慈悲心，用智慧力啊，要安怎样，把这些恭敬难调伏的众生。专精啦，那为自由啦，
这就是希望会当安尼，该转变过来，转向恶呢为善良，这就是诸佛菩萨啦，所爱去用的大功夫啦，所以这就是叫做信任啦，爱堪得忍耐吼，下世间呐是百百千千万万种的众生，就是啊，可能是敢那一个因缘吧，所以定啊讲，爱相信因缘果报，也那无呢，也无有结缘，也无有结缘呐。啊，是安怎呢？听到名，看到人，或者是听到人伫咧赞叹，啊，都有人呢起心动念，心伊都未堪得忍，人伫咧赞叹也未堪忍定呢，这好事大家人做，既唔肯投入，确实呢。用真多方法来破坏、来诽谤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安怎想都未通啦。之后呢，咱就该想，哎呀，因缘果报啦。佛陀面对着提婆达多，还是同款无奈呀。也是用因缘果报呢，来向地主解说，而且提婆达多还是得佛受记，可见迄种宽容呐的心，那是叫做忍，那是信忍嘛。众生安怎供养，都是。堪得忍耐吼，再来就是发忍啦，发，那就是忍受寒热风雨、饥渴老病啊，自然非情祸害，真呢，就是爱堪得忍耐呀，这是大自然的境界。不管是寒风雪打，或者是真闷热熬病啦，都扛得住嘛。看看人间菩萨啦，多一个地方，多一个国家有灾难啦，不管迄个国家是寒风雪打。还是同款，当然救济咯。啊，爱赶紧啊，准备啊，真温暖的物件，真丰富的物资，可以穿的少，可以吃的饱，可以有营养，等等，都爱准备个真妥当。不管是偌远啦，千山万水。伊嘛是安尼搬过山，真歹行一路，嘛是安尼经过了山路，真危险啦！前几个月前啊，才看到从海地转来，才去发洪了后啊，遐个洪灾就是气旋啦。造成了海地呢一大灾难，住这人啊，还是呢赶紧准备去救灾。哇，迄路呢是真歹呀！因伫咧用大卡车运载遮个物资，足危险的，
尤其是遐个车，当成歹个车啦，脸啊，甲半路破去啦，遮尼大台个货物啊，伫迄个山坡伫咧行，山坡、山坎、山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坎啊，又是伫咧爬行个中间。土地上呢，无有柏油路，真歹行的路啊！车破伫遐，这要安怎啊？还阁有啊，同款一条路伫咧行，也有伫半路呢，冲出了抢道，要出来抢啦！司机呢，赶紧呢，把车的后斗啊，物件呢，赶紧给捞落来，让伊部分捞落来啦，才会抢毁啦。伊呢，看到物件有落落来的涂骹，安尼呢，伊就可以呢，过去伫咧抢物件，车就离开啦。所以呢。车是一段路程啦，要运这的物件，路程呢，不管大自然的环境安怎歹，迄个所在的气候是安怎，真热，卫生歹，气候热，路歹行，真危险，同款。也无受到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啦，遐个人生呢，会贫穷、贫瘠、起妒心，因为善无抢、无通食，安尼个环境啦，伊嘛是安尼伫咧行进行，当爱伫咧讲，我就讲啊，将来啦，迄个所在敢要搁去？我就安尼问啦，回答快，私信都安尼甲我回答，啊，遐个人是真苦啦。那想到遐个人无气嘛，无忍心嘛，看，这就是菩萨，这就是佛心，佛心为基心，有了佛心，有了菩萨行啦。伊都爱忍，爱堪忍，不管是众生，迄个公共，或者是呢气候，大自然的环境的恶劣啦，因这是佛心，这是菩萨的智慧，安尼还是忍落爱行。因为心中有佛有法啦，就是爱堪忍、寒热、风雨、饥渴、冷病吼，这叫做法忍。其实呢，行这条路是真辛苦，咱人间呐，嘛是爱安尼啊，发菩萨心嘛，就是有病。有苦，不忍众生，比咱搁较苦，嘛是同款爱行，寒风雪冻，也都爱出去啊，热呢热嘛爱去啊，看看咱的菩萨群众啦，也有呢，身体无好，也有呢，心念动病啊，已经知影家己。有癌症，有什么症头都有诶，亲像阿弥啦，伊诶菩萨心也无退，同款心因重病啦，同款呢也是要做迄大船诶舵手、驾驶人，家己不管这大船是安怎，还是呢要甲人啊。家己若行会到，也是同款人，也同款载会到。这种
大尊师心因重病啊，同款嘛要教书这大尊到彼岸去，这就是用忍嘛。这几天啊，一挂菩萨啦，伫北部呢，就因为大雨日，损了未少人的家园、泥土，淹入去厝内底，要摒扫是真困难。这群的大菩萨啊，把握这种的精进的大道场，因呢为法。心啦、啊，这个心呢，心中有法啦、啊，尊着佛心，尊着菩萨的智慧，因运用这个法啦、啊，就是安尼走入这个精进的道场，把苦难众生的环境动成了精进的道场，安尼呢？去改清啊、摒啊、扫啊，尤其是呢，有的家庭啊，就亲像讲有一位七十外岁呢，定这是七十二岁啊，可是这个人住在菩萨已经陪伴几年啦，你甲转伊的脾气呢，真无简单。生活单独一个人，行动无方便，脾气真歹，真孤僻。有某有囝，无爱甲伊斗阵离开啦。伫安尼个环境呢，住这人入去，哇，真吵啦！因挂起了迄个烟酒雾的迄个口罩，不堪。接近，那是足吵呀！透过了迄个口罩，还是吵。但是呢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这就是爱拼。一大群人呐、啊，就是个拼清扫。迄款的吼，囤积已久啊啦，食什么担什么，归来底安尼囤积到。真正粪扫堆，伫外面呢，搁一大堆啦，堆积如山，就亲像安尼，大家人拼，啊，伫咧拼实在是真不堪忍耐。那真善美靠近咱的菩萨，就问啊，王居士吼，那伊都回答，啊，既然咱发心要来啊。甘愿来，咱都爱克服，家己克服，来适应，将心比心，这个环境是要安怎大啦？就是用安尼的心态，将心比心嘛。既来之，心都爱安落来，都爱忍啊，忍着这款的环境，爱忍，爱赶紧把它清扫好以后。军策军力啦，这大群人呢，赶紧来把它扫好，好不只是扫好，内底清出去呢，一堆亲像小山丘同款。我把这个人比较一回，我把他洗身躯，洗好呢，咱的委员啊，嘛是比较一回，啊，都看看来个坑啊。温柔甲劝啊，劝伊讲哦，你家己一个人住伫遮，无人好照顾啦。你过唔免偌久，嘛是安尼个环境啦，袂大哩啦。甲你讲，你着去迄个养老院，啊，我甲你替恁联络啊啦。啊，是毋是呢？连咪吼。迄、那个社会局的人若来，甲你讲，啊，你都爱答应嘿。哦，那亲像嘞，老妈妈对一个老囝同款呐，安尼温柔体贴，安尼看看家，家顾正，
终于呢，看到伊点头啦，这呢就是一番的回报，回报和主祭人讲，这久你甲我照顾，啊你安尼甲我关心，伊这个点头啦，主祭人已经真满足啊。啊，这个地方嘛，给伊清扫好啦，也予伊准备呢，下当去大养老院，亲像安尼，你想，敢是承认这个众生这么刚强，唯有菩萨堪忍吗？已经几年的时间。送物件顶顶，可以会当活落去，就是脾气真歹，安怎样都藏袂过来。因为这回，因呢，大家人已经军策军力几十个人，安尼，迄伊嘛知影这个环境袂大力啦，终于呢，答应要去养老院。这是一个给主祭人的上大的回报，看看，这就要会堪得忍耐这种的众生，要耐心啦、啊，去甲伊磨啊，啊，这个因缘环境啦、啊，所以呢，完成了菩萨的精进，这个道场呢，啊，等于是完了一分的缘啦、啊。国在发忍嘛，都只提起，不管是亲像海地，咱已经帮助已经几年啦，迄、那个所在众生还是同款贫穷、光景拢总有啦。不过啊，无该放弃，来来回回还佫伫迄个所在，住这人底下。是长期的啊，所以这种发忍呐，真期待，因为无忍心放弃迄个所在，是真正看到因无法度生活落去，就是凭着这份的慈悯心，这个发啊，因愿意安尼，伫几年的时间内六七十回啦，来来回回。这实在是真无简单哦，所以啊，尽管是风雨顶顶啦，或者是家己身体有病痛，嘛是爱忍耐啊，一口气一滴咧，总是呢，身躯也会震动，尽量利用呢，这个身体再度去啦，多做一工，就是多得一工啦。给付出一分，那是多结一分的善缘福缘呐。所以堪得忍嘛，利用这个身体，这就是真珍惜身体啦，不是空空过日子哦。所以得自然非情祸害。除了讲友情，咱甲这个众生。啊，有情的人，就是讲刚强的众生呐，咱爱忍耐，那咱家己的身体，咱嘛都爱忍耐，堪得受这个苦。亲像因几哪位下底下玻璃挂伤啦、路伤啦、顶啊擦伤啦，哦，嘛是家再有另一回吼。背在身边呀，赶紧呢，药啊，该切切的，吼，下该裹起来，那我继续做啊，一直到个，赶紧呢去做一个破伤风，啊，赶快嘛要搁做啊，这安尼对无？哈，我嘛是袂安心嘛，嘛是再叮咛啊，还是爱搁去病院，爱搁做一个较彻底。预防检查吼，这都是这个时间恁一定呢，真担心这种大自然的境界啦。亲像咱现在
已经呢，就是俗世，那气象极端，真无正常。什么时阵发生什么代志，唔知影。所以，这人间啊，在这个大自然境界中，还是同款，就是爱知影法，要堪得忍耐。所以，要安怎样，和这个五浊恶世啦，佮会当互伊顺掉，迄个循环呐，会当回到当来调和，四大调和。唯有一项，就是人心净化，所以需要呢，怎样法啊呢？尽忍得生忍法忍，哎，堪忍啦，净化人心啦，使人人会当了解道理啦，这心净化。大家人安分守己，生活在规则中，安尼呢，才会当慢慢大自然呐，四大才会当恢复循环吼，调和的循环，所以必定需要出二法，令安然不动，明忍辱地。菩萨都爱有安呢，不管是寒热吼，或者是呢这个乌罗，或者是呢老病等等啦，大自然啦的灾难，都是拢爱堪忍，咱爱真安然啦，处伫安尼的境界里，亲像一挂菩萨做了回来啦，过来回报一下。啊，平安呐、啊，一切呢，拢安尼照顺序。哦，前面伫咧做诶人，后面伫咧攻击诶人，拢大家人合作无间，欢喜啦，结束啦，即大家人还是呢真安然自在，不动，即叫做明忍辱地，即都是菩萨呢，一心地是忍辱。啊，是安怎会堪得忍辱？那就是爱悯呐，不忍众生苦。是有慈悲心，对前面所讲众生的光景、大自然的环境，拢会当忍耐，干那袂当忍众生呢？伫咧苦难，想到有一群人呐，愿意呢去迄个危险的所在，愿意呢去遐尼只垃圾。的地方，愿意去克服家己的身体的忝，愿意安尼去付出呢？干那一句话，不忍，不忍众生受苦，就是拄只王居士讲啊，将心比心呐，是啊，就是干那安尼，他愿意。所以因为安尼起大慈悲悯念，诸佛菩萨都是安尼的心，所以以怜悯呵护诸众生，唔是干那起大慈悲心，伊阁真正呢用行动表达出这个态度啦，该呵护这些。如何忍着伊呀？这件衫唔是干那咱家己穿，咱嘛安尼改暗瓦来啦，就亲像爸母呢，看到囝啊，会寒无？
真乾，把家己的衫温暖啦，安尼，把囝抱来呀，同款的道理。所以，人民服务诸众生，亲像这大人伫咧疼囝啦，用家己的体温，赶紧把伊包覆起来，这呢？就是服务诸众生，父母疼幼囝的心啊，所以如来奉主啊，心必定吼，那这就是如来啦，以空大的慈悲呀，伊的心呢，就是悲，动体大悲呀，就是这，就是我家己的。囝同款，我就是安尼个听，这种的悲德啦，动体大悲的德行啦，这是如来的奉主心的悲德吼，他就是安尼对待众生，所以令一切有情度脱，干那一念念定，希望众生呢。会当度脱啦，度众生脱离困难，这都是诸佛菩萨的心，所以慈悲以堪忍，堪忍世间真济环境，以堪忍，那为着就是要保护众生，希望众生呢，会当得到法啦，会当家己解决。了解，唔通阁造作，遮多的无明烦恼啦，爱解往修来吼，这就是希望会当教导众生，解过去修未来啦，这是佛也奉主心的必定啦，希望一切众生有情吼。会当度化，会当解脱，这叫做哀哀，就是悲的意思啦。诸佛菩萨对众生呢，都是有这份的悲悯心，啊悯就是慈啦，期待众生会当得到福，脱离苦，阁会当得福啦。啊福呢，安怎得？教因安怎做福吼，所以这就是诸佛菩萨来人间教化众生，用这个悲悯心去教化众生嘛。所以佛祖菩萨就是爱堪忍，才会当来来回回啦。咱前面看到的法吼。所听如被强烈之王救护明珠金乃义气啦，文殊师利啊，初发华经诸佛如来秘密之藏，那义珠经中最在吉祥，中也修护不忘算算。所以今日乃以逆定而复焉之，这大家人应该记忆犹存呐。下面接来一段文再讲：逆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其言。因为这段文真重要，所以呢。重复再用句再说，上行忍辱，爱悯一切，乃令因说佛所赞经。这已经证明呢，大纲都已经甲大家人讲过，上行忍辱，甲爱悯一切，所以乃令因说。佛所赞经啦，咱来好好用心去体会吼，所以
逆时世尊欲重选出义，表示呢，当行文讲完啦，就是爱这段文重要的，伊就搁再重复一次。那世尊呐、啊，欲重选世愿安乐心亲之意。就是要再重新宣布，让大家人啊，这个誓愿力啊，唔通袂记哩。人人发愿啊，唔是安尼发愿啊，就结束啊。发愿，你若无身体力行啦，你千千万万句的发愿都无路用。所以发愿呢，就是爱身体力行。这是真重要，所以重选吼，啊，安乐心清的意思，咱要安怎样？撇开了困难，有困难，咱要安怎忍耐？这拢总是法证明一因的，甲咱解说过去啦。这呢，就是超情万清啦，这。唔是，干那咱的世俗情，也阁超越了世俗的情。唔是干那讲，咱家己的血亲至情爱，唔是干那爱甲咱有关系的人，就是无关系的人，我嘛是同款啊，有长情啊，生生世世靠大爱啊，无处不在。这个当前大爱啦，咱来超越过去，所以超前越深，深极越深吼。那应该知影，真深真深，无法度去讲的道理啦，真的是真深。咱听过的呢，一旦体会，咱都爱体会，唔通袂记哩。体会要用在日常生活，不能该无用放弃。所以情就是超情越深，要用真深的法用在咱的日常生活，用伊真深，咱要记着，所以要深，真深叫做心吼，情真长啦，那尤其是真深啦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再重说一段的文吼，那咱也会当知影，干那这个堪忍甲哀悯呐，这个道理都真深啊啦，咱应该爱好好用，因为安尼，搁再重说几文吼，所以相形忍辱哀悯一切。咱爱真用心，这个忍辱相行，忍辱者为为业之境啦，无诸非嘛恼害事。咱若碰到安尼的环境啦，咱一定爱忍耐啦，咱的心呢一定爱无悔愤吼。那碰到安尼啦，碰到什么呀？就是非嘛啦。甲咱诽谤啦，甲咱辱骂啦，等等这款的境界，或者是处处呢设法诽谤来陷害，亲像安尼，咱的心啊，一定爱真平静。即使遇到什么款的环境，
咱还是爱付出，锲而不舍，爱搁较用心的，爱搁再予伊搁较济一个，真呢，这是心无悔恨，无恨呢，还是同款，爱搁再帮助伊，这就是心无悔恨，那难以体谅，不管伊安怎甲咱诽谤，咱还是呢。无受影响，对个代志我做得对啊！你甲我诽谤，那我都无有唔对，所以我心无愧疚，所以无愧疚呢，自然我都无有体弱的感觉。我还是你有困难，我同款呢，还是要付出，就是心情安然自在，无分还是自在吼。该令安静，不管伊过去是安那对待咱，咱无记恨伊啦，还是呢做搁较济，予伊看，做搁较济，予伊有感觉着吼，所以这叫做爱悯呐，爱悯一切众生恼安呢，咱则都爱搁再较用心，所以耐令演说佛所赞经。咱爱有这个心态啦，才有法度呢。佛陀所讲的经典呢，咱才会当安尼继续修持落去哦。是，如是之人呐，乃令以佛法作恶世中演说佛所称赞妙法莲华经，咱都是爱安尼啦，有安尼忍着。佛陀所讲的、所赞叹、心怀、所保护着头上的珠，一直保护着，就是这个妙法啦。佛陀安尼在咧保护，现在已经呢开始在咧教咱啦。啊，咱呢都爱用安尼的心情，爱有忍耐，爱有忍着啊。爱有爱悯众生的心嘛，咱才有法度呢。在这个作恶啦、末法的时间，法已经在离末去啊！啊，世间已经是真恶作啦。咱要在这款的时机、环境去讲这的法啦，去实行这的法，是真困难，无简单呐。不过，只要你有迄个忍着、甲爱悯这个心态，你自然都有法度在这个环境去演说佛所称赞的妙法华经，总是呢来堪忍。接下来一段文讲：何物世时持此经者，以家出家。及非菩萨，应生慈悲，殊得不闻，不信是经啊，即为大信。咱对这个人，咱都爱起怜悯心嘛。在这个末世时代啦，要持这部经啊，是真困难呐。持这部经的人，面对着同款在咧修行，啊，伊出家或者是唔是出家的菩萨，虽然学佛啦，但是呢，伊就是在这个菩萨法、教菩萨法这个中间呐，他呢就是无去接受。啊，持经的人，既然你咧持经啦，你面对着安尼是修行人，但是呢，就是无有
去听闻这个经，就是这部经不只是无要受持，阁无要听，所以这就是应生慈悲心，应该大家了解吼。虽然啊修行啦，但是呢，伊对这部经无兴趣，不听不闻不闻呐。咱前回也讲过去啊，所以应生慈悲对这个人，咱爱慈悲心，因为这个人呢，伊唔肯听，唔肯信这部经呐，就是会大失，可惜也失掉这个机会哈，失掉。听闻妙法的机会，所以咱爱向伊起慈悲心啦。因为这个人呢，真苦命吼，啊，咱爱替伊想设法，要安怎样来帮助伊，会当对这部经起欢喜心吼。所以啊，以此妙经啦。不能将书文文信解，咱前面已经讲过去啊。亲像安尼的人，伊都唔肯，这呢就是大信。咱来为这的人呐，来起怜悯心，来为因设想吼。所以莫得佛陀啦，以诸方便为说处法，令诸。其中这段文啦，意思就是讲，哇，得到佛陀啦，咱家己有伫咧持《法华经》，咱了解啦。既然是了解啦，那都爱设法吼，我若得名佛陀啦，我那是得到这个法啦，这就是表示呢，佛陀前面所讲过去啊。转轮王啊，啊，比如佛啊，这最后明珠也未出来，那就是啊，《法华经》也未讲，啊，咱今嘛呢，前面的文嘛讲啊，今以灵山会一时，佛陀开始讲啦，所以咱今嘛已经开始拢听到啦，从灵山会视频开始吼。佛陀开始现上顶顶啦，要甲咱表示，听这部经内底的内涵啦，有偌深啦，就已经先甲咱讲，将无量寂静啊，为作法的精粹，已经先讲过啦。后面的法华经要来分析的道理有偌深，再经过了文殊弥勒啦。安尼先细说一下，可见这部经啦，《法华经》是偌尼只深重啊！这听经的人，伫《法华经》的内底，感觉莫得佛陀吼，那佛陀既然呢，真正是安尼为咱大家人说这部经啦，那佛也已经呢。开启方便来给我们接引啦。为说处罚吼，是方便的引导咱到这个所在。开始呢，讲这部经哦，所以依住所用神卡方便过去，按呢神卡方便，现在呢已经为咱说出深深妙法啦，希望咱人人令住其中。
咱伫这个法的内底，咱嘛期待呢，人人呐，人人拢会当注意法中，无要听，无要问，无要信，无要改，遮的人也有机会会当入来呀，也会当伫这个法的内底来分享安尼的法，享受安尼的法的滋润教化吼。所以令彼闻者注意法中，咱说法互伊听了后，伊就安尼会当继续感受落去。书顶不闻呐，然如书顶人呢不闻是经。书顶不闻就是遐个人唔肯听，那就是安尼，就是会大失吼，失去了听妙法的机会吼。这么重要的法无听，接下来再讲。譬如强力转轮之王，并前有功啦，修树植物啦，强马其性，严身自己，及诸电梯，自乐成业。这段文吼，那就是讲王建兵力啦，再派出去的将军。步兵顶顶啦，好真用功，开始伫战场伫咧战啦，都亲像咱修行者用功爱真清净啦，翻呢那一项一项啦，已经通彻了解啦。即譬如如来吼，如来譬如转轮圣王，同款啦。并前有功啦，修树植物，这些烦呢已经付出啦。那所付出的物件，那就是强马其性啦，严身自己，及诸电梯，自乐成业。这就是论伊的功来修好伊，有诶就是阿一套诶，像啊马车。一旦哦啊，就是安尼好因呐，这个心吼、哦、就是安尼好因，这步兵呐都已经呢有遮个枪甲马啦，好用啦，因为步兵前有功啦，即嘛现在呢可以枪马吼严身自己，哈、啊，也阁有诶，阁不只是枪马，还阁在好因呢。真庄严的服装，前面解说过，也阁有呢。不只是予因真庄严的服装，阁予因电梯啊，看伊呢功劳偌济啦。那一层一层赏赐予伊，甚至呢，唔止予伊产甲厝体，啊，那阁较功分阁较悬呢，那就是予伊自乐成业。就是可以关啦，可以吃啦，真的就是安尼，贴方可以啦，这就是一一如前所解释过，故意就是安尼法，咱一定呢爱伫人甲人的中间爱了解，堪得忍耐，咱既要修行啦，咱必定爱忍耐。不管是对众生啦，众生的习气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咱会这么正作，烦恼这么正多，无明这么正高，就是因为众生这么刚强啦。咱既要生活，咱有使命感嘛，咱生着这么发啦，就是要来净化人间，就是。开始悟力，佛陀两千多年前已经完结了，发心还过在人间，发心呢就是要开始众生，发就是要传，众生呢才可以接受，才可以了解，所以开始悟力的精神也是存在，所以咱一定爱甲这个法传，
立众生的心，啊，咱面对众生，必定爱堪忍啊，忍住幽情啊，好顶顶顶顶啦，这因为咱一念心爱悯众生，咱就是发出了佛心，那发出了菩萨的愿力，所以咱不放弃众生。这就是爱爱悯吼，那对待众生，哈，咱都爱替因呢，真正用心去帮助因，所以咱爱发心如初啦。自然呢，生活有余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